你们呢？想要乖乖听话吗？做梦！也好，好久没有欣赏人类挣扎的表情。也挺怕是剑的嘛，区区聚气境大圆满，仗着有把元符道兵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只可惜死在我手上的宗师不知反起。神鹰弩，射成刺猬。你的这把剑确实很让我讨厌，但你别忘了，这里是我的主场。有叔，你们护着大小姐突围。是。走，快走！夜色撩人，别急着走啊，大圆满先生。你这暴气想必已经透支了血气，持续不了多久，我完全可以等你。永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执意要来的。这梨花带雨的样貌真是惹人怜爱。看来不算了，姑爷，你来干嘛？快走啊！哼，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